哥们儿，地上打前锋是不是该直接开始撞监管？不去，爱国鬼，你干什么？你别打我，我求你了，爱国鬼，我求你了，别打我！哎呦啊，害怕鬼啊！我求你了，别打我，别打我，爱国鬼，完蛋了，要被拉直火了。哎，出枪火没有吗？哎呦啊！哎呦啊！我错了，错了，错了！别打，别！烦了，我去！别打我了呀！你为什么要打我？哎，乌龟，我跟你什么仇什么冤？跟你无仇无冤的。我跟你无仇无冤的，你为什么要打我？哎呦啊！哎呦啊！我去！我靠！这波他是困兽了，没打着我，运气好。震慑人就老实了。哎，姑姑，哎，别打我！我求你了，别打了。来了，哎，抓法罗吗？这是法罗，感觉不太对劲啊，有这个白色东西。差一点点打到我了。我去！你为什么要打我？发转用标啊！快跑，杀我没关系，反正发转移目标，杀我们的阿福没关系。哎，吃猫了，完了，我退游了，太超模了这个角色。我去，个晕了，哇，所以呢，哇，太超模了呀，猫女。这能玩吗？这不退个油，这能玩吗？嘿，偷袭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得亏我在！灰线球，挠头，翻板，出击！先红一下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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